跟踪我，他们知道我的车号。白痴哦，他诈骗的。我儿子在他手上。你先冷静一下，先跟我来对面。我儿子，你先跟我来对面。在他手上，儿子有讲。跟我来对面，真跟我来对面。你们看，他是毒品，儿子现在在他手上，真的，儿子被打手上。没有没有没有。儿子平安的吗？你就告诉我，儿子平安的吗？儿子电话给我们。刚刚是儿子亲自打掉，我儿子的声音我听得出来。他骗你的。我儿子的声音，我绝对听得出来。我确定，你电话给我，跟他讲。不可能。儿子的声音，我百分之百听得出来。好了，声音很容易伪造。你先，你现在不要紧张，真的要相信我们。不要。你怎么了？啊。你都没有确认，不用担心。好。小姐，弟弟，妈妈差点以为你出事情了。不要紧张，妈妈差点要回娘家。最后通报，有户人疑遭诈骗，已纸条向社区保全求助。民警立即赶到银行古建阻止，经与被害人儿子取得联系，户主与儿子通话后立即瘫软大哭，放下心中大石。警方呼吁民众最后可疑电话仅拨打165专线查询，避免受骗。